十二生肖图文连连看，拿起毛笔一样写春联。此际多伦多人文学校新春贺岁开设公展活动，孩子们尽兴的玩，说恭喜领红包，捐竹筒画环保。打竹板，竹板打，我来跟你说环保，垃圾减量最重要，地球清净在源头。我们华人的过新年似乎对他们距离很遥远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活动，让他们真实的感受到，华人在新春的时候具体要做哪些事情，对他们的意义其实很大。同一天，北多伦多人文学校也是热闹滚滚，包括学生和家长、教职员、慈济志工，个个喜气洋洋。这个大家都喜欢爸爸妈妈的开心的啊，就是发财富贵，因为它会发，代表是我们家里的那个运势会好旺。慈济很用心，就是说剪春联啊，介绍年菜，每一道菜都介绍得很仔细，然后就是告诉来源，让真的是很感恩。所以比中文怎么讲？兔子答对了。2013年创校的北多伦多人文学校，除了兔年迎春，也为10周年庆贺。大爱新闻之声美之工加拿大综合报道。